这个 A 种 Temper 柑橘都是讲炒高辣啊，炒高辣的那个味道。哇，一定他们不是炒高辣的，他们是在炒那个哦，烘那个有那个那个宽跟高辣在一起，我觉得特别香。我去 Korea 的时候啊，也是秋天的时候，那个高辣从树上掉下来，你看到那个 squirrel 去拿那个高辣。